听说了吗？最近小区里又发现了脖子上有动物的尸体呢。听说了，简直太可怕了。这么晚了，我还是赶紧回家吧。哎呀，杀人魔啊！居然是隔壁班的书呆子。你为什么拿着刀站在这里啊？你也听到那个杀人魔的传闻了吧？那肯定，这个变态肯定就住在我们小区。抓住他！你正好出现了，走，跟我一起去抓那个变态去。我不行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？你觉得我可怕，还是那个变态可怕呢？想听听我的计策吗？等变态出现后，你就先上去被他搞死，然后我再去逮住他。杀！你小子嘟囔什么呢？我说我要杀了你，混蛋！大家一起想一想，小区杀人魔到底是谁？快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十九妹吧。听说点赞的观众家里从来不会闹鬼。